Our programs include many languages. Please log on to our program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os programmes comprennent des émissions en plusieurs langues. Pour de plus amples informations, consultez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uestros programas incluyen muchos idiomas. Por favor, ingrese al horario de nuestros programas para más detalles.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รายการของเรามีหลายภาษาโปรดล็อกเข้าไปดูตารางรายการของเรา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lease continue watching to find out mor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Today's program will be presented in Taiwanese, Formosan,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asis, also known as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Hello, 空海观众，我是有如，来自台湾屏东，台湾又称福尔摩沙，台湾悠闲的民众祈祷，天堂让你的生活充满爱、喜乐与平和。台湾又称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到原住民部落，绵绵的山脉，美丽水墙，甲精雕细琢的寺庙。台湾福尔摩沙的宗教信仰相当多元化，有佛教、道教、基督教、摩门教、统一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本地一贯道教等多种信仰。福尔摩沙不但尊重传统信仰，也能敞开胸怀，接受其他宗教思想，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无上师来到台湾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一座的法门。自迄个时阵起，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给福尔摩沙成千上万的真理追寻者。观音法门是一个观内在性根甲摄影的静坐法门。这个法门是青海无上师慈悲送给世人的礼物，
家慧已经准备好要重新找到自己位在天国的人，除了分享他的见解以及人生的智慧，青海无上师也在台湾福尔摩沙各地支援赈灾活动，并进行人道援助，发现主人灾害时更是全力救援。由于伊的爱心典范，甲高贵的行为，愿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也热心参与，照顾同胞以及关怀世界各地人民的活动，感动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诚恳渴望。青海无上师主问台湾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足见。刷落来邀请恁聆听青海无上师启迪人生的精辟开示。人人解脱是名师唯一的责任。修行问答是一之三。1988年12月2日。开始台湾福尔摩沙屏东。请问师父，我现在快70岁了，初一十五吃素，不知道师父会不会爱我？而且我过去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不知道师父会不会爱我？我没有一个人不爱啊，我没有权利啊，不爱任何人啊。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做坏事，所以在你的左面、右面、前面、后面都是赶快的。如果你说要印心的话，那应该有一些年轻的经人在旁边帮你忙，一起修行才比较安全。你一个老人呢、啊，又还没有师叔那么清楚啊。修观音法门，有的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不大懂啊。不过，也应该师叔啊，全叔。请问师父，我已经皈依别人当师父了，是否还可以再皈依师父您呢？没有关系啊，师父不要求你们皈依师父啊。你们可以皈依他，不过跟师父学观音法门就好了啦。你可以继续供养他，侍候他，跟他一起，然后跟师父学观音法门，回家默默修行，一个人知道，跟你的师父不应该有什么关系。请问师父，印心以后时常做噩梦，这个怎么办？请师父回答。你多修行以后会做好梦。这个因为我们业障太重，有的时候师父应该在梦中解决、啊、假如说我们做噩梦，表示说我们业障太深了、啊、师父因为不忍心了、啊，让你们在圣华外面，假如说被受伤、被灾难，才变成梦，懂不懂？嗯，变成梦的话，我们的身体不会伤害，我们不会死掉，我们不会有灾难，我们只有在梦中体验到我们的业障而已，所以比在外面好，啊，就表示说我们业障太深，定业就不能改了。这一辈子假如说我们被人家伤害被灾难，这个没办法改变了，只好放在梦中里面让它消除这样子。所以你挂一会儿以后多说修观音就会变成好的梦了，然后完全就没有梦。请问师父，要做佛的弟子是否一定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我现在正在修地藏法门，有没有冲突？这个地藏王经呢可以念，修观音法门可以修。地藏王经里面都讲什么你们知道吗？都讲地狱的情况，都讲地狱有什么什么痛苦啊，
做什么业障，应该下什么地狱，为什么什么刑法。如果你要念可以，没有关系。请问师父，修行能修成大丈夫相吗？能啊，不过恐怕你还不晓得大丈夫相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女人，想要变成男人的话，恐怕你会失望啊。因为我们不是变改这个肉体的，变改我们的那个化身啊，懂不懂师父意思啊？是大丈夫相，不是男众的，而很漂亮，很庄严啊，很值得人家赞叹恭敬那个相。不过要得到这个相，我们应该修行才看得到，不是普通的人能看到我们有幻改大丈夫相的。所以即使我们修行成佛成什么，也应该有一个人他有眼睛看到我们，他们才知道，不然的话没人认识你了。所以大丈夫小丈夫相都没有大问题。请问师父，在印心以后，因为没有时间修行打坐，会受到处罚吗？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了，就是不进步，不进步，要浪费那个印心的力量。假如说你跟一位英文的老师报名，要跟他学英文，那么他叫你第一的科目、第二的科目，你都写下来啊，你要交钱给他。不过回去你没有练习，那个对你有没有用啊？啊，感化的艺术。请问师父，如果修行以后，那我们的境界看事情都看淡了，那当初我雄心也很淡了，那对社会有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有帮助啊！不是这样子啦，不是看东西都淡了，变成白了，就变成淡白这样，而我们不执着心而已。假如说你当大官，你的那个期望就是越来越升官啊。然后你跟师父印信完了以后，你就没有那么热烈的期望啊，想要升官，升就好，没有升你也很满足。并不是说你没有当官，并不是说你马上退休回去跟师父出家，这个我不接受啊。那当官继续当，当更好而已。不过没有执着，结果我们尽量做我们对国家的责任。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目的啊，要升官，要出名，不是要多钱，没有这种执着的心。假如说我们升官也好，我们也没什么那么高兴，我们没有升官，我们也没有什么微相懊恼，意思是这样子了。那个心啊，放得下的，并不是说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这个应该了解。请问师父，既然大家都是佛，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大家都有佛心啊，大家是从佛出来的，我们来这个世界因为要驾驶这个世界，不然的话世界都荒野了，只有石头啊、树啊、草啊、动物啊，没人呢，没有生活。我们来这个世界本来要驾驶这个世界，驾驶太多就没力量了。现在赶快充电，赶快充电，然后就责任弄好了，就我们回去，然后别人就下来 ，OK。师父，那么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哦耶，最高的境界怎么讲啊？你要知道，跟师父修观音法门，不一定知道，因为师父没有办法把这个最高的境界形容出来，没有一个最高的境界，越水越高，越水越没有。越学越近，越学越学不完。如果佛菩萨有一个屋顶盖上来，就不算佛菩萨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世界的语言啊，随便这样讲给好奇的人听，
不然的话，他认为永远修不完，他会累呀、啊，他会感觉到很挫折。不过我们越修行，越知道没有一个最高的。所以师父在说，佛非无上正等正觉。请问师父，密宗的四倍白观音法和师父现在这个观音法门是不是相同？没有啦，我们没有倍啦，我们是无倍，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法门。因为这，因为佛说了那个高的等的境界无眼耳鼻舌身意嘛，我们修就是这个无相法，听懂吗？师父传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讲大法严藏，和六祖慧能说无相法一样，已经无相了，还有什么悲啊？任何都没。不过有得到，并不是说没有就空空了，不是如是，而没有这种所谓的那个形象啊，没有那种物质的形象，没有那种世俗的我们世界所想象的那种境界。请问师父，我们天天拜佛念佛，真能往生吗？有没有人拜佛念佛往生啊？有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说没有。那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人的欲望无穷，该怎样解脱呢？无边的欲望不能解脱，是不是？师父昨天有讲了吗？应该用无边的力量洗干净。假如说对我们来讲有一些东西很脏啊，有一个很大的桶子很脏，外面里面都脏，我们看我们的水龙头啊有线了，哦，洗都洗不干净。不过我们的佛力更无限更无变，所以才说佛法无变。我们这个万能的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它不能做的，任何的业障啊都可以洗干净。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一心的时刻，生生世世的所造的业障，通通一刹那都洗干净了。因为洗干净，所以我们才得到佛光，才得到那个证悟的那个境界，才闻到自信，才闻到内在的声音，不是讲话的声音的，不是讲话，就内在很，就很美丽的、不可思议的音乐，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听了以后，我们身体都很轻松，我们感觉到业障都没了，真正的很愉快。我们有一位同修，他在台北，他说他刚印心的，他说他以前学那个功夫嘛，太极拳了，然后他印心完了以后，他太高兴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路边边走边踢这样子。我跟他说，你不要太明显的过分，人家会认为你发疯。那么高兴，请问师父，往生的时候还在三界以内的等级，师父会继续教导我们，但是在上面修行的速度是不是比有人生的时候慢很多？是，师父会继续指示，不过很慢，哎，很慢。假如说这里我们修一天，上面修三十天，一个月两三个月这样子。第二个问题，听说一般打坐的时候身体被移动就回不来了，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打坐的时候若身体被移动或是遭破坏，是不是就往生了？不会不会，有师父在旁边没有问题，因为不能那么简单往生了。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的灵体有一个仙呢，很亮的仙呢，但连在一起的那个仙，如果被断掉了才能往生的，还没断掉不能往生。这个仙师父会照顾，不让它随随便便这样断。这个仙不好断呢，不是用剪刀刻一刀就两断这样子，不简单。修观音法门是最安全的，因为师父随时24个小时都在旁边，
就化身师父，不是肉身。请问师父，您如何确定您所得到的是真理的力量，而不只是神通而已？昨天呢、啊，你们问师父啊，修观音法门，那个眼睛戴眼镜会不会好？我说不会嘛，嗯，我说我能救你们那个佛的眼睛啊，让你们能看到通通所有的境界而已。那个肉体的眼睛啊，不管它了。那个路德的水啊，可以救人的肉体的眼睛而已，不能救人的灵体的眼睛。师父的法门救你们的灵体的眼睛，又可能肉体的眼睛也会好。有的人眼睛有好，不过这个师父不保证，因为师父从来没有用神通救病。看你们修行多少，你们会得到很多利益；诚信多少，顺便呢、啊，肉体也会有利益。这个不是神通，嗯，神通就不一样嘛，神通就马上知道、啊。神通是能救病，能看到人过去、现在、未来，能呼风唤雨，能飞出去、飞回来，能看到人的心、他心通等等，那些就是神通。师父没有用任何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是不是？嗯，请问师父，经典上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西方，但曾经有很多人修行，而且很多事都出家，但是为什么到这一世还没有到西方呢？嗯，因为他们是在东方而已。我们都误会嘛，都误会经典。我讲好几次了，在书上有讲，在书上有没有有解释那个《观无量寿经》有没有？是第一册。第一册就有。啊，你们请那个第一册回去看呐、啊。啊，花开见佛那个有可能有解释。请问师父，地藏菩萨也是佛门弟子，为什么没有法师替他传地藏法门？是否师父能替地藏菩萨传地藏法门呢？能，嗯，师父传也是地藏法门的，令人解脱不杀地狱。嗯，地藏王菩萨也是为了地狱的众生，为了不要让人杀地狱，为了不要让人受地狱的苦，才传他的法门。师父也是传地藏王的法门。你们修行多了以后，就知道师父是谁，师父替谁工作。啊，现在讲也不方便，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啊，自己修嘛，试试看，看看师父是谁。嗯。请问师父，我的职业是警察，同事们拿黑钱，我个人不拿又不行，自己又无法挽回这种颓风，请问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大家收红包，他不收不行。这个也是很难受哈，嗯，嗯，那你说不受不行吗？就不行吗？没有法，不是我啊。好，因为我没有当过警察了哈，不过师父很同情你的情况，他也不是警察，所以他没办法回答。那你问这个问题的人当然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你是谁，我也同情。不过师父能讲给你们听师父自己的身份而已哈，我就不收，因为我替佛菩萨工作，我不是替一个断体工作。你也是一样，你替政府工作，你替人民工作，你不是替一个所长或是组长什么局长工作，所以你跟他讲，你说我不要受，这样就好了了。嗯，假如说受不了，那可以换工作嘛，还做另外一个工作。请师父能顺众生，再开示何谓无我，什么是万物同一体？这个无我的境界哈，假如说。比较简单了解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你做人呢、啊，不过你没有感觉到你存在，你做什么事你没有认为你自己做，
而佛菩萨坐，人家赞叹你，你也没有认为他赞叹你；人家诽谤你，你也不认为他诽谤你，你是如如不动。不过每天自在里面很快乐，外面对待人有喜怒哀乐，里面自己如如不动。这个好像有两个人，不过有一个人，你吃饭啊，不过你不吃饭；你睡觉，不过不是你睡觉；你跟人家有关系，不过不是你那个人有关系。那个是最简单的了，如果讲详细的更糟糕。那修观音法门以后会得到这个等级，然后人家又问你，你又说跟师父一样。感谢您的收看，今日智慧之语的节目，人人解脱是明师唯一的责任。修行问答四集之三，就伫咧无上师电视台，明仔请继续观赏本节目的最后一集。重点新闻后将播出蒙古象山、布里汗和纳丁山二集之一。愿信仰、希望、以爱，是你永远的珍宝。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for today's episode of A Master's Only Obligation is to Liberate People, Questions and Answers, Part 3 of 4, and Words of Wisdom,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Please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the final part of the lecture.Coming up next is Sacred Mountain of Mongolia, The Burham Garden, Part 2 of 2, right after all the worsting news. May faith, hope, and love always be your treasures. For more details and to check our schedule for language availability,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WOW and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our plus d'informations et pour consulter le programme des langues disponibles, visitez suprememastertv.com/WOW e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Para más detalles y consultar nuestro horario para la disponibilidad de idiomas, por favor, visite suprememastertv.com/WOW y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และเพื่อตรวจสอบตาร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ภาษาต่างๆที่มีให้กรุณาเยี่ยมชม suprememastertv.com /WOW และ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